的部分，3406的玉金光，玉金光在今天也是开低震荡，因为本来今天报载消息谈到了说它有掉单的疑虑，但是呢，我们非凡的记者特地呢跟玉金光来进行请教。好，公司出面澄清说目前为止订单还很满啊，而且要进入第三季的传统旺季，所以呢现在营运状况都是持续往上的。这是我们非凡跟公司请教过得到最新的回应，他们说针对市场上传闻的调单，他认为呢报载上面讲到的这件事情是子虚乌有的，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任何供应商都不可能100%没有问题，重点是问题有没有办法马上得到解决。那玉金光强调目前的订单很满，没有掉单的疑虑，再加上第三季是传统的旺季，营运状况将会持续往上，那这是不是能够让玉金光最近的跌势止住呢？我们要来请教分析师哦，请教的是范振宏分析师，您好，早安。小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振宏来帮我们看一下玉金光出面澄清之后对股价的止稳有帮助吗？好，那大家说这个市场传闻然后，那其实之前在分析整个大盘跟产业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说目前的市场状况就是适度的反映通膨估值下修后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估值修正之后，好，那其实就是要回归所谓的基本面。哦，那只是说哦，这个短线大家说盘是没有稳的哦，所以基本上个股容易受到利多利空消息而剧烈震荡。那玉金光今天早上比较剧烈的下跌的反应，其实我觉得也是符合这个说法。那当然玉金光在昨天，应该说这两天就是郭大分析师后就有提出这个玉金光被这个良率不佳，所以掉单的这个消息。那不过基本上我还是认为啦，市场上有什么传闻的话呢，还是以公司发布的为主啦吼。那当然说非凡这边很快的也做出澄清了，我觉得对投资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哦。那短线来讲吼，当然说这个目前玉金光也有收敛跌幅，那只是说以目前的整体的长期的展望跟这个技术面来看的话，长期展望的确光学股在接下来的确是在明年有正向发展的机会，只是说短线来讲技术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偏弱势的一个状态吼。那为什么说偏弱势？不是因为最近跌吼，而是这个整个均线的排列状况目前还是年线大于半年线大于季线，所以短线呢持续去做扩底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吼。就是比较乐观的方向的话，做扩底的这个走法是比较有可能的，所以我就说短线这边就持续观察就好。好，那接下来还是要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昨天 FOMC 的这个状况吼。是，因为昨天 FOMC 呢是确定升三码，那其实在昨天连线的时候我有提到吼，就是 FOMC 升三码几率是高达 75% 吼，那这个升三码几乎是板上钉钉吼，那也的确哦升了三码。那昨天市场为什么会这么正向的反应呢？应该说美股为什么这么正向的反应，主要是鲍尔在会后记者会有讲到一句话很重要，就两点半之后，也是他讲这句话之后，美股开始强拉。那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接下来数据的状况许可的话，那个联准会将会放缓这个升息的脚步。那市场呢就着重在后面这句话，那个联准会放缓升息的脚步，就以联准会呢比较偏鸽派的这个立场去做解读，所以导致昨天的美股是大幅上涨。可是我还是要提醒这个投资人啊，就是不要忘记前面那一句话，就是要观察数据的状况。那其实这个说法呢对于这个跟过去那个联准会释出的看法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只是因为目前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阶段，所以市场就比较乐观的去解读说那个联准会在接下来可能会放缓这个升息的脚步，以至于说明年甚至有可能会去降息，这是市场的解读。不过呢，其实联准会，我先谈谈这数据的部分好了，因为到下一次 FOMC 是九月初嘛。那在这之间吼，有三个数据是联准会要去做观测的。那第一个呢吼，就是这个 PCE 数据，那也就是说明天会公布吼这个六月份的 PCE， 那八月底会公布七月份的 PCE。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CPI 会在八月的第二周去做公布。那三个的比较偏向通膨的这个指数呢，如果说还是持续的居高不下的话，那我觉得九月的升息可能还是会持续的去做进行，那只是差别是在升两码还是升三码。那昨天的 FOMC 过后呢 ，FOMC 这个升两码的市场预期目前是大概是60%，那这个部分其实还是会持续变动，我们就观察下去。那另外就是说，在整个其实之前都有跟大家提到说这个。在昨天 FOMC 过后，市场可能比较发展的状况就是说，短线反应完，这个升息就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升息之后呢，市场基本上开始要重回基本面的调整。那其实大家也会注意到说，其实像最近不管是台股还是美股，只要有释出利多消息的
这个展望哦，特别是展望的部分，要释出利多的个股呢，券商会比较容易出现正向反应。但是如果是释出比较悲观或是比较保守的一个看法呢，券商股价也会向下反应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哦。那就像台湾的个股嘛，像是今天的新兴哦，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哦。那像是昨天的稳茂哦，也还有前天的盛群跟这个汉讯，他们都是有放出比较保守甚至库存的问题的一些公司，那股价都有比较剧烈向下反应，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其实基本上，那现在这些应该说整个市场哦，其实就是要留意一下哦，这公司法说会发布的财报，如果向下去做调整的话，那其实对公司的股价来说还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利空反应。那对于指数来讲，看法还是一样哦。那今天一样有提供这个多头加速比例的图给大家看，好，那昨天有提到呢，吼说这个多头加速，短线多头加速的部分已经来到57%以上了，吼。那已经很接近60%，那今天虽然是小幅的回落，但是还是很接近，就是60%以上。那大家也要留意啦，因为目前指数来说反弹还是不能说是正式结束了，所以都要可能做续弹。那未来如果短线多头加速来到60%以上，其实就代表说短线该弹的就都弹了，那反弹最好赚的一段也就过去了。那类股的轮动速度呢，其实会加速。那指数呢，短线也容易见到这个压力跟这个震荡，做一个小型的头部。那我觉得说，这也是短线要留意大家，就是如果你前面没有抢到的话呢，这边会建议大家不要再抢，因为其实这几天也明显的看到就是类股轮动速度是加速的，因为像 APF 窄板也是一样，就是前天是走一个比较下跌的走势，昨天是大涨，但是今天又变下跌，所以这部分可能就要提大家去多多去注意跟观察。好，非常谢谢范正宏分析师的解读。